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。好吧，那就最后和大家来打一次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。你敢相信吗？时光音乐会的收官带走了不少观众，每周一的震撼时刻。好在还可以回顾周深在节目中之前12期的精彩表现，从中截取到七大名场面，如此惊为天人的演唱，除了周深，真的没人能做到了。一期，周深想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，所以他选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一首歌《大鱼》。其实他很久都没有唱过这首歌了，如今重新听到，只感觉相比以前，周深的唱功又进步了。再过几年，不会就要超过当年喜欢榆木的那英老师了吧？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可人夺不走我的选择。歌曲《人世》是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的主题曲，首先选择在他自己的专场演唱。这首歌除了想帮忙宣传之外，还因为这首歌的词曲确实很牛，毕竟是铁三角的合作，听过就没有不起鸡皮疙瘩的。月光谁都知道难唱，但周深偏偏就想挑战一波。虽然说他超过原唱有点夸张，但最佳翻唱还是评得上的，毕竟原唱都是白月光嘛。再加上周深原本也不太擅长 RMB 的曲风，能有如此成果已经足够惊人了。山专场中周深翻唱的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，就没有听过后不说句好听的，连词作者方文山都能够唱到震惊，那再多唱衰谁都是立不住脚的呀。田震专场，他选了田震一个相当冷门的中国风歌曲《水姻缘》，歌曲的曲风很有年代感，跟流行几乎不搭边，但经过周深的改编演唱之后，说一秒爱上有点夸张，但说一分半爱上总不会还被说夸张吧。你在你的世界里成为谁，不要谁大意，你在你的路上往哪里走，不需要指引，不希望会无力，会时时刻刻怀疑自己，问谁都会像你想放弃，灰心悠悠。八度专场，周深选择了这首 Andy， 并且进行了改编演唱。虽然说原曲跟周深不太搭调，但周深出其不意，在其中融入了一大段说唱，这一开口不仅不违和，甚至还有点燃呢。第一期，周深就用一首《光亮》震惊了全场，其中细强的演唱更是被全网夸了又夸，热度到第二期播出时都还没有降下来，算是一鸣惊人了。最后，你还觉得周深哪一期的表现最惊人呢？因为今天说的是要一首对自己意义特别大，或者是自己特别想致敬的偶像的歌，那对我来说，只有《大鱼》这首歌。因为我当时第一期来时光音乐会在想要不要唱大鱼，然后就这么凑巧在最后一期可以唱大鱼，而且也刚好很凑巧我的那期的时候也没有人演唱这首歌，所以就希望可以像这首歌一样，所有的东西好像又倒流回了最初的相遇里面一样。对，哇，
加油！好，我第一次听他这么面对面听他唱歌，真的我很感动，处理的特别细腻，声音特别好，气息控制特别好。谢谢谢谢，特别美，特别有代入感，特别美。是，因为这首歌很多人是第一次认识我，然后我今天又在咱们这第二季时光音乐会最后一集再去唱，每一次唱这首歌，我感觉就很像是给自己一次洗涤，就觉得你永远要记住你当时是怎么出发的，你当时唱这首歌的心态。所以我每次去唱大鱼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我觉得是得忘掉很多东西。对，我就像第一次听深深唱歌，我第一集就哦，那各种的震撼。但是今天真的就是欣赏，然后其实我也想说两句，但说不上什么，因为其实我现在还在歌里面的那个激动情绪。然后你刚刚唱的时候，感觉就真的后面有那个波涛汹涌的画面，然后那个色彩斑斓，那种太有画面，就是真的是歌手之间。时光音乐会二完美落下帷幕，节目收官之后，依然有不少观众对其进行深度讨论。据全网数据统计，光是周深一人就拉满了整档节目的高质量，惊人战绩又一次颠覆了路人对他的认知。微博话题阅读量解锁58亿加讨论1亿，微博、抖音、 B 站、头条、 QQ 音乐等各平台热度综合起来，口碑都远远超出了预期，真正实现了口碑双赢。喜提微博热搜200个，高位热搜6个，抖音总榜9个，抖音文娱榜9个， B 站热搜16个，头条热榜3个。而相关舞台抖音点赞量共计高达180万加，可见大魔王周深的影响力有多强大了，仅凭一己之力将一档音综推向了新的高度。谁都能想到周深会降维打击，但如此惊人的战绩让很多歌迷都叹为观止。周深也凭借自身扎实的音乐功底，在节目中俘获了多位前辈级歌手的芳心和肯